高雄市南美县有一康咖啡店的头家，因为改好也老头白的喜欢，按多年来唔但止稍微改到老头白的东西，还屯十八米的故事屯大家分享。从系民国58年生产的替代太同人工的，韩国台湾功夫过后，爱叫做能期待的吃行茶，每个东西都见证了一代时代。现屯白塔卡路地地地太同人工的。并提点方贴片上人注意，也是提叫七人人台民众会买100元以上的泰同公司产品，那么以为真品。一只52号呢，哈呢泰同公司呢52周年的时间呢，身上呢贴一只泰同宝宝。泰同公司呢民国7年创立的，所以哈呢58年贴一只身上呢年呢大泰同宝宝。民国37年台湾广富。接下来政府制作叫他茶牌属水金，黑茶主其茶杯无做贵天，非常无纳18元的水金，警察会同茶牌剥下来，禁止茶主其茶杯，也仲靠茶牌属水金的吃土，一直到民国62年能停下。当时呢，那顿水金嘛，无纳啊，还是发达啊，啊，伊警察都跟人家排厨房来，哎呀，逢些事有些。停用量杂事嘛，所以又做唔得起嘅。啊，唔可等到唔跟税金跟发展立起嚟，唔能佢继续起哦。隔壁糖条家邱建生用安东人的珍藏讲台湾经济发展的故事。虽然伊嘅经济冇特别好，唔过邱建生还系希望用慢慢熟悉嘅方式，同时代故事传下去。安尼心意含感通嘅亲朋好友。同都卡整藏拿出来，并且点香同大家分享。个多咯东西呢，个亲戚朋友吼，讲有卡一扎个、几扎个，个有个孤单呐吼。阿姨讲分享本来摆一下，阿姨来看得到。比如了解讲提摆用个东西啦、食个东西啦、搞个东西，拢无相同。保留个传统记忆，嘛保留个年轻，对邱建生来讲，无穷时期无限。本人从见证台湾历史的演变，对阿条有时代感的乌克兰来讲，做种出蔬菜，还是做得发挥无穷样的价值。客家新闻整份，自高雄报道。